情、熱情、重情將你完全融化，投入黎明一夜傾情演唱會，星期日晚八點。佢對愛絕對信任，你萬里長城好嗎？好啊，你帶我邊度都好。為咗愛佢不惜犧牲，如果我將感情用嚟做交易嘅本錢，我何止唔見我？完全投入的爱情，只为今夜星光灿烂。甲型肝炎主要是由不洁饮食传染，特别是受污染的贝壳类食物。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注重环境、饮食和个人卫生。进食前以及去完厕所一定要洗手，所有食物必须彻底洗干净和煮熟，切勿购买无牌熟食档的食物。北京香港首次合作，糊涂情痴一句傻话激嬲家人20年，畅谈普通话今晚7点。你嘅 BTTC 护照就嚟到期咯，要换咗佢先去得旅行噶。嗯，我知。BNO 护照有效期成10年，之后仲可以续期添啊！不如我换翻 BNO 啦。但系你咁忙，有冇时间换啊？唔怕，唔使一定亲身去换，邮递都可以。既然咁方便，虽然我本护照未够期，我都趁手换埋 BNO 啦。正邪之战必定有终结嘅时候，龙珠暂别荧幕，全力最后一击。龙珠二世，星期六晚12:01。哎呀，你做乜嘢啊？同埋 Ann 啊，食排骨同煮鸡咗啦，包你好翻嘅。唔系啫，唔系啫，嗱，食芋头啦，同埋合头啊，对牙齿保健好有益噶。哎呀，你三个唔使咁烦啦，总之留意听下关医师养药宴咧，会介绍呢个咧牙痛食疗方。有除此之外，仲有吴代元同埋刘石明上嚟唱歌，听日小周末大派对，约晒你。食啦食啦，我听日点好啱。喂，老爷做咩事啊你啊？我听老文讲有间餐厅食完嘢之后咧，可以订烂饭店，我想学下佢。唔系咩碟都可以订得噶，留意星期一嘅城市高解像啦。系啦，咁啊，星期一咧仲有急救13招同埋7色接班人嘅。哦，冇错啦，咁多丰富节目，大家唔会错过星期一嘅都市闲情噶，到时见到噃吓。